好一把吗？走。妈妈给我们做了哈萨克土豆片，然后这里面还有煮着肉，哇，今天很丰盛，吃的。这是哈利先生，预备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对 ，Hello， 斯科，啊，斯科，你们是哪里的哈萨克？看哪个大师？什么哪个大师？看你，你那带不认识？这是我的四爸，我爸的弟弟，这是我的老爸，爸爸。这是我四妈，今天刚好到我们的毡房来串门，我妈在这给我们做土豆片儿，看，这是我们的大葱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看，这是肉，在毡房里面哈萨克族的这个肉就是这样子来储存的，看，肉肉肉。然后这里边是一大袋土豆，土豆，这是就是自己种的土豆，不是我们家，是我爸朋友他们家种的土豆。然后之后我们要吃个土豆片。这个就是小，小。刚刚我说想骑马，哈利就出来给我背马鞍子喽，看。几乎我们家的爸爸头上头发都是秃的。那你不对，你不对，忙个事，忙个也是，他在玩羊粪儿。我们小时候几乎都是跟他一样，就是玩这种羊粪蛋蛋子呀什么的。啊，那哭嘛了乖，这是羊粪蛋蛋。不干的个，哦，闪电吃胖了这段时间，好久没有骑闪电了，想念我的马儿。Kill me not a kill to just kick him that comes to me. Pirate, pirate, chiller, pirate.终于骑上我的闪电了，闪电，跑一把吗？走。刚哈利不让我跑，现在就跑起来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，欢迎敲响小铃铛，感谢你们支持。